中国的对美政策始终保持高度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中方一贯主张，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同时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美两国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是正常的，断供脱钩损人害己，冲突对抗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两国在气候变化、抗疫、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等广泛领域拥有重要的共同利益，双方共同努力，以两国元首通话为契机，加强沟通，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